飞翔影院。飞翔影院是一种悬挂式座椅的球幕影院，每小时六场，每场94人。这种特殊的影院常用于旅游景区及科博场馆等大型主题乐园。观影时，观众双脚腾空，巨大的球幕向下延伸，完整的视觉包裹使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翱翔，体验风雨，让观众在震撼的同时感悟飞翔的愉悦。